有一部扑克牌，你知道一部扑克牌里面哪一张最特别吗？鬼牌。鬼牌，没错。现在我们把鬼牌拿出来，拿出来。你知道为什么鬼牌最特别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，因为这是什么颜色？红色。红色，所以呢，把鬼牌打开看一下。它是蓝色。除了这个特别之外呢，还有哪些特别知道吗？不知道，因为除了鬼牌呢有硬东西之外呢，其他的扑克牌呢，它是变成了白色。